走，西宁道，西宁道。现在凌晨几点？两点二十。和平区中心小学，西宁道。晚上还是有点人的啊，晚上还是有点人的。711也挺多的。哟，下雨了吧？我去，小雨儿可别下起来啊。虽然说明天周日，桂阳路，我去，真下起来了这雨。下雨喽！鞍山道，走鞍山道了。医科大学总医院。
上面这个天桥是不是把两个医院都连起来了？啊，这边是住院部啊，把住院部和门诊连起来了，这个桥。哟，小玻璃，等个灯吧，等个灯，等个灯。好安静啊，晚上，晚上这边好安静啊。这边前面在施工，前面在施工啊。鞍山道，鞍山西道。
哟，我在修路嘛，自行车走这边，给你箭头了，给你箭头了。现在还是鞍山西道，这是几个意思？
错了，这边三潭路，脑子也不定想什么了，这废话，现在凌晨几点，脑子能清楚？正常现象啊。饿了，回去得蒸点米饭，炒点大白菜吃。晚上出来吃宵夜，哎，你开车来，开车来吃宵夜，吃烧烤肯定得喝酒，是不是？喝完酒你不能开车，那怎么办呢？把车放在这个饭馆这儿，是吧？然后叫辆车，搭个车回去，最稳当的一种做法，是吧？但如果你要是两个人呢？一个人会开车是吧，但是他还不喝酒才行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叫一辆车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。前边，哎呀，等个灯吧。真安静啊，这个时间点儿，太安静了。
起的营地。苏堤路，前面长江道了。快没电了啊，马上就没电了。行，我们就到这儿，今天。